今天是2024年6月25日星期二。三年前的今天，周深的新歌《国际歌》正式发布了。严格来说，这当然不是一首全新单曲，而是全新改编而来，由周深和孙楠共同演绎。这首歌曲也是周深在油腻榜上的冠军单曲之一，同时这首歌曲还获得了第三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励志歌曲大奖。巧的是，周深还会参加今年的第五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而且官方海报也已经出来了，时间是7月21日晚上，地点是中国澳门。周深在男歌手方面的头衔以及歌曲方面的荣誉都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当然，如果还能看到周深的歌曲舞台，那就更幸福了。说到歌曲，我们再关注一下腾讯音乐油腻榜。周深二专下篇先行曲《嗨》终于实现了反超，拿到了油腻榜实时榜的第一名。期待这首歌曲能够成为周深二专在油腻榜的第二首冠军单曲吧。喜欢的小伙伴不要忘记继续支持一下。最后看一下周深演唱会的消息。小编之前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周深今年最后一站鸟巢演唱会的小道消息。目前最新的更新是，周深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已经通过了审批。这也就意味着在8月10日南京站之后，还有8月24日杭州大莲花体育场、9月7日的沈阳奥体以及9月21日和9月22日北京演唱会。而根据之前的路透，北京站是在鸟巢举办。周深10周年巡回演唱会至少在内地有9座城市举办。对于周深新演唱会，你感受如何呢？欢迎留言评论，同时欢迎订阅我们，每日都有精神更新。